你们记住了，我不是大爷，我是太太。其实就是一个玩，十来分钟没问题。我90年代吧，就在这个地方玩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，证明大伙对这个体育或者是运动，哎，产生兴趣。但是啊，告诉大伙儿，通过您告诉大伙儿，一定注意安全。这个跳水也好，游泳也好，这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。我90年代吧，就在这个地方玩，你不知道吧，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么好的风景。我吧也是常年在这活动，也受日光晒，也这个颜色也慢慢的吧是健康色，也是一种咖啡色。